一起交给回收婆婆了。回收？我这里有一个可以让你加分的机会。是那个东西很重要吗？其实也没有很重要了。谢谢。我决定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可以追求我。我要的是公平。真正的，你看是停止酒还是要苦啊，或是勇往直前？女人啊，可是不好惹的哦。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，请锁定华视频道《鬼之执行长》。